这个呢，就是全美最贵最装的超市啊， ins 粉丝没个50万都不好意思进去。里面呢不仅能够偶遇明星，还有大量的网红，我们去看看。哇、哦，选择困难症，这个好好看啊。什么？这个要11的哦。步骤一，摇它。步骤二，认真的给我好好摇它。生怕我不好好摇是吗？怎么说呢，这一盆草15刀，都是水，就有这么一大盘，哇、哦，25刀瓶水，买它超级助阳的水，喝了这个水是能长命百岁吗？这边呢是一柜子的奶，基本上都是植物奶，要么是燕麦奶，要么是杏仁奶，要么就是各种奇奇怪怪的坚果奶。比福利贵妇们是不喝牛奶。这盘呢全都是 Aaron 他们自己的汤，这一小杯11刀，天哪，这个白人饭直接从根源上给你扼杀食欲，这嘟嘟见了都得皱眉头。这一份手切黄瓜差不多12刀，没什么那么贵。这是肯德亲自切的黄瓜吗？来这必须要打卡一下 Hailey Bieber 同款 smoothie。18刀的奶鱼，品尝一下有什么不同啊？看它的配料表里面说添加了玻尿酸，粉色的颜值也很高，哪个女生都夸。其实还不错，就是香蕉奶昔，它不会很甜，然后草莓的味道也比较明显。美元的味道，这就是粉红水。好，最后挑了半天，逛了差不多一个小时，实在是无从下手啊！买了这几样东西，刀一瓶的水，一个小软汤，小坚果，这包小坚果是9刀吧，记得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shot 菠萝、姜、姜黄、柠檬，这个叫做 Golden Eye， 然后喝完之后眼睛是会炯炯有神还是怎么着？碱性的水，没有添加物。让姐喝一口看看。尝起来像水，姜黄的姜，吃一下这个小坚果，真的很少，这一袋子里面也就1/25刀。带朕尝一颗看看。首先它的盐分含量很低，就它的调味很特别，感觉是有丰富，但是很硬。这个小糖，我感觉我快数不过来有多少颗了。好难吃，它的口感像在吃鞋底，真的。我还是当一个粗糙的底层人民。好了，最后记录一下我这18刀一杯的果昔，假装是比弗利娇妻的一天结束。